前英国男团一世代的成员连恩在组合解散后仍持续发展演艺事业，他最后一次推出专辑是在2019年，而近期计划回归的他正在制作新专辑，也将在今年9月展开南美洲巡回演唱会，不料日前却突然宣布巡演延期的消息。连恩透过个人 IG 公开了一段影片，沉重地表达了这个讯息。他坦言自己因为严重的肾脏感染不得不住院了一个星期，而医生则建议他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才能康复。连恩感叹直呼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经历像他一样的事情，他虽然很期待演出，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这么做，只能将演唱会延期并且退款处理，未来会再重新安排演出日期。